这个错是我犯的，但是孩子已经生下了，你说让他怎么办？你让他在哪生活？在野地里生活？本来就是个野种嘛，你让他在哪生活？你让他放到我们家里，让我天天看着你这个野种，我怎么生活？嫂嫂怎么生活？你能不能大度一点？老大度的了，你该做都做了，你还怕什么呀？我没有怕，我负你责任。你不去啊？你犯？你要么你出去，你跟那个野种，跟那个野老婆去。好，这是你说的是吧？家里好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这个孩子和嫂嫂我必须带走。要是有个弟弟，我会把洋娃娃给他玩。以后不许再说弟弟。吃饭吧，哎，做饭呢？哎呀，你回来了！啊，好吃的。做的那个，这是煮的馄饨。捡了一个什么呀？真好看啊！
知道吗？爷爷就是在捡到你的那个地方捡到的他，你说巧不巧？真的呀，给我包包。嗯。爷爷，他的胳膊是坏的，我的腿是坏的，我俩挺像的。哦，那就更巧了。哎，猫，爷爷再攒300块钱，咱们就有900了。明年夏天，爷爷要送你上学校去上学，咱们买课本儿，买铅笔、橡皮，这钱都够用。爷爷，你饿了吧？哎，饿死了。中午剩的那2块肉还给您留着呢。哎，我不是让你吃了吗？你现在正在长个呢。不，爷爷吃，您的身体比我重要，您还得给我攒钱上学呢。小猫真乖。爷爷，我们三只手在给您捶背呢，舒服吧？舒服，舒服。哎，这样，你上这里去捡去，我到那边去啊。爷爷，你小心点。嗯，好好。大白菜，今天大白菜1毛钱一斤，快来买啊！这边胡萝卜，胡萝卜，大白菜。卖白菜啊？还是包子？赶快，又便宜又好啊！来来来，这差钱了，当家乐。哎，又给你们带了一个小妹妹啊。东西啊，叔叔给你拿着啊。哎呀，去，你给我。好好好，撂着撂着。
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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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啥子？钱呢？钱呢？啊？没给老子挣钱，还要吃饭？走，走了。你要是挣不到钱，就跟他一样去饿死。去，吃饭。看什么看？瑟瑟，妈妈带你去玩。姐姐，买朵花吗？买一朵吗？刚好呗。你不要吧，你前面那那小。买花了，大哥给大姐姐买一朵吧。买花了，大哥哥买。大哥哥买一朵。真漂亮。